中单咬金教学一波，我是建议大家别走中路呀，遭罪呀各位，能不走还是不走啊，这把是没法师没办法各位。以为对面重开了，没想到悬杀辅助都不重开的，我去支援去了，就上路了，跑这么快，杨戬要死，给你信号了啊，死了，有闪现那没事了，拿个螃蟹先，对面红开的，红开又得过一遍中路，我还没辅助，这把 得老受罪了，也不敢抢线，前期打不过太乙，没奇怪，这专业玩太乙的呀。OK OK， 等一下奖励他个不死鸟，这把直接无敌，原地无敌。虞姬是纯后期射手，一个不死鸟克制煤气怪，还有这个孙膑，还有对面打野司马懿，直接无敌，好吧？但是他，你看人家中单，人家游走能力比我们强太多。我一个单线的英雄，让我打中路真的难受，说实话。哎呀，线还被蹭了，哇，司机线被蹭真的难受啊！发起进攻，看看有没有刷的。刷点东西，差一点四级。哎，有人头 ，double Q 也能死 ，double 不了了，死了。哇，支援太弱了，他蹭我线太难受了，我这不是工具人啊，俩人一起蹭，我操，好恶心呀、啊！这些人，我得吃他野怪，不然我就废了。人中大太乙比我强太多了呀，吃他点经验啊。不能全被吃，自己不吃回来，不然这样的话是很没用的。我又不是工具人，我得需要经济才能打出作用。他比我强太多了，讲道理。哦，太乙还要浪。司马懿进野区了。不鸟他，继续刷一波。哎，哎，我出的魔抗啊！你这么嚣张，要不是后面一个虞姬，他就死这儿了。我先出的魔抗是不怕司马懿的。蓝刷了呀！哎，别吃，别吃，别吃！漂亮，直接永夜啊，兄们，直接永夜！你不喜欢选这么多法师吗？哥们，直接永夜奖励你。你炸我来，煤气怪，你炸我！你看哥们掉不掉血就完了，你没闪现你怎么跑？中单太乙是吧？给你打成骰子，又擦一下，喷呐、啊！哇，飞飞呀！你这大招憋啥呢，老憋老憋，没打救不了。我靠，飞飞这波打得太烂了，飞飞。上路抢我位置怎么被干碎了呀哥们呀，来波精彩的 EV2， 可能 EV3 连坡可能过来了，但是我一点都不怕，一堆没伤害的英雄打我有屁用啊，啊，选这么多没伤害的英雄，谁把我野怪给我抢了，我靠，我在 EV3 你过来送人头啊哥们，还追走位，完了没走掉，跳一下，哎呀连破打我疼，你他娘的这你也好意思抢位置啊，这把两个魔抗根本不怕那个司马懿和太乙，但是上路把连破送太肥了，上路零作用把连破送起来了，连破他还出的隔岸影战斧，这样的话连破打我是很疼的，所以要小心一点，虞姬这个英雄不到后期没伤害的知道吧，哎呀，一个太乙，我靠！那怕什么？我就搞不懂，有什么伤害呀？一个太乙，我先出一堆魔抗，你们这些法师谁能留下我？谁拿我有办法呀？先合成这个，
对面虞姬队友不选法商啊，我以为他们重开的，人家一楼太乙，二楼孙膑，三楼廉颇，我靠杀辅助，谁知道他们要打呀，我真以为重开的。干什么对我动手，你个杀太乙，没伤害炸我，根本就根本不怕法师啊，各位你全打我身上，我大招都不交的，真的你打我身上我大招都不带交的。哇，他们连我二技能的恢复都打不掉啊，各位他们这些法师真的连我二技能的伤害都打，连我二技能的回血都打不掉啊，真没伤害这把对面，所以我的建议是补输出。执着一点，干扰干扰就算了。我不害怕你兄弟，我要拿通了，随便放我身上技能，虞姬不来我都不带跑的。国服程咬金暴打三辅助，能选出个中单太乙，只不过他这种算是刺客，这种算是刺客，对我是没有屁伤害的。先把廉颇打残，走一波。虞姬来就走啊！我这个装备打不了虞姬，我承认。请求集合。怎么还喷队友啊，各位？先断线再支援。静没在，死了个张飞，二打五啊！你俩二打五啊！离司马懿想死，兄弟们。A 二 A， 来跑，来你给兄弟跑一个。来虞姬一个人在后面，一 v 一那随便打啊，一 v 一就没什么了。有闪吗？闪现，对我一技能等你闪现呢，拿下了，狠狠的拿下。又干扰，有本事杀了我，有本事杀掉我好吗？就是扛造，干扰又交了，他就给你推了，就是耐造。开始撤退，把塔先推了。虞姬还没复活，那这一波仍然可以为所欲为。开我来，我拿红，别抢我红。一堆法师咋打我呀，我就好奇，根本不扣血的。漂亮菲菲，你终于喷出来了，先保护后羿呀，减速一下给后羿人头，一杠五太惨了，狠狠的拿下，怎么敢开我的。怎么敢开我的，拿下。咦，没兵呀、啊、哇去，6秒5秒4秒3秒，算了，对面都复活了，他们打你我就一波了。虞姬守得住啊？谁守得住家？你告诉我，两个人在我这儿，死了，我死了，三个人，我拖了三个人。虞姬交了个闪现，没闪的虞姬啊，没闪的，我操，随便杀嘛。哎呦，我给他救起来了，救起来再等一套吧，这廉颇一下回太多了，咱俩留住。哎，
哪里跑，哥们就黏你小婆婆。哎呦，太乙伤害起来了，他出法穿了，往后溜。哎，你在干什么呀？白线吧，打不过就是打不过，打得过就是打得过，大家都是神装。我操我操我操发起进攻，我操我操，追你十万八千里啊哥们。我叫龙先杀了，然后去杀虞姬，一波了一波了，下波兵线马上出，先把连波宰了，剩一个小太乙翻不起来什么大浪的。我去把这波兵线先截住，太乙可能在左侧，在这里。好，太乙漏了一波了，我操，太乙又单杀着杨戬，真别抢我位置了哥们，真烂呀。七秒钟他来不及，大招已经好了，一把狠狠的拿下，他妈一清不了了。